背着杀妻党在附近面前，正谋反吗？跪下！请父亲把焦妙钱还给我，我定会为您找到伯牙真经。文牧阁，天生不规矩，忤逆，子，闭嘴！文牧阁是你叫的吧？父亲，弟弟这次是无心的，请宽恕他吧。你的命都是我给的。 一个小小的丫头，你却不给我。可我承诺过要照顾她。父亲，您曾教会我一言九鼎，我的命是您给的，可以还给您。但是这姑娘不行。文牧哥，苏刑官在。父亲，不要杀了弟弟啊！父亲。 弟弟，道歉呐！我必须把这姑娘不死。文牧哥，你快走啊！快走！放心。文牧哥，你可知错在哪里？不得忤逆大司月。二，不得将杀妻之下嫁人。不，别打了！三，不得对目标产生恶意之心。文牧哥，文牧哥，实证已毕。 已经不是天圣府的人，在15日之内，你若找不到伯牙真经，就算你跑到何处，天圣府也一定会要了你的命。文牧哥，回府。